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如果我们想染一块布，就先得把它洗干净。不过多数人不那么做，看也不看，就把它放进染料。那块布如果不干净，染得更难看。想一想，染一块又脏又旧的破布能好看吗？看着自己的行为、言语、思想，看自己的操性是否有错。人们就是这样，你必须仔细看，只要看着你自己。既然有这么多的人在找功德，那就得学习找怎样戒恶。不过，没有多少人对这事有兴趣。佛陀的教导很简要，只有三句话：诸恶莫作，那是诸佛的教导，这就是佛教的核心。人们却不停地跳过它。他们不要这一句，离弃一切恶行，大大小小，深夜、雨夜、异夜，这就是诸佛的教导。弃恶修善，这是佛教的核心。诸恶莫作，不犯任何错事，无论借着身语或者意。那是正善修行，是诸佛的教戒。现在我们的这块布就干净了。
接下来是行善巧事，众善奉行，使心有善德善巧。如果心有善德善巧，我们不需要到处找功德了，即使坐在家里也可以修功德。但是多数人只会到处去找功德，却不放弃作恶，回到家里两手空空，又恢复一脸嗔恼的老样子。这样的心念，人们不注意，这离功德还远着呢。这些事我们也许懂，但如果不是自己心里懂，就不是真正懂。如果我们的心善良，有德，它就有喜乐，我们的心就带着一股微笑。可我们多数人难得找到时间笑，不是吗？我们只能在事情顺心时才笑。多数人的快乐有赖于事情顺从自己的喜好，必须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只说好听的。你是这样寻找快乐的吗？要世上人人只讲好听的，可能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快乐？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找到快乐，无论它是什么，无论对错，不要盲目的执取它，只注意它，接着把它放下。当心自在时，你就会笑了，对什么事一起反感，心马上败坏，接着烦恼随即而起。
自净其心，清除了杂染的心，无忧无虑，宁静，仁慈，具德。当心明亮，以气绝恶行时，就常保有自在。人的修正成就，真正概要的说，就是达到心的宁静与和平。佛教的功德是弃绝恶行，当我们戒恶时，就不再继续错了。没有苦时，就有平静。平静的心是清洁的心，无嗔清明。要怎样使心清明？透过了解它，比方说，也许你想，今天我心情真差，看什么都厌烦，包括柜子里的盘子。也许你想把它们每个都给砸了，看什么都糟。鸡、鸭、猫、狗，你都厌烦，任何人说什么都令你生气。即使看你自己的心，你也不满意。这个苦从哪里来？这种情形下，就叫做无功德。如果你行了功德、善德，要把它保存在你的心里，那是最好的储存地方。或许你今天做的功德是好的，但不是最好的。把你自己的心造得好，就是最好的方式。这样你无论来这里，还是留在家里，都会找到善德。在你的心里找到这个殊胜，外在的东西，比如这个大厅，就好比树皮，它们不是树的心木。法句经功德回向颂文，临难遇有为福，少遇知足为福，命中积德为福，离一切苦为福。
在世间，孝敬母亲为福，孝敬父亲亦为福。在世间，敬奉沙门为福，敬奉婆罗门亦为福。持戒到老为福，确立信心为福，正得明辨为福，诸恶不作为福。可敬之业塑形，自欲其心必恶，反行功德业时，心于恶中耽乐。他于此事欢喜，他于来世欢喜，行功德者于两处皆有欢喜，自见业行清净，他欢喜快意。他于此世愉悦，他于来世愉悦，行功德者于两处皆有愉悦。亦即我造了善业，他为之愉悦，重生于善趣后，他愉悦越多。愿一切众生生活幸福，常离敌怨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。如何分析上师的资格？
教导小乘者，必要资格是戒、定、慧三增上学的成就。要教大乘，上师需要的资格更多。弥勒菩萨在《大乘庄严经论》中提到十种功德，大乘共同到上师的德相，应该具足以下十种功德：施事调伏尽尽尽，德增续勤交富饶，善达实性奇巧说，悲悯离厌因依止。其中，调伏是指以戒律调伏身心相续；净是指以三摩地熄灭散乱；净尽是指以智慧彻底消灭我执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台中光明山佛恩寺旗舰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止，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止，共45日。地点：台中市太平区长荣路3段166号，洽询电话04-2270-2077，04-2270-2077。早期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，会漏水，甚至会漏电，啊，去看到发挥吼，老大人跋倒受伤。龙岩寺是在台北市，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台湾，为老都跟申请第一间寺庙，整栋建筑物都是寺庙登记，让出家人有资源可以在佛法的教理深入精藏。除此之外，龙岩夜间佛学院还有做慈善。帮助弱势团体，目前呢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后，我们会再继续的普及于社会。因为寺庙本来就来自十方的护持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十方，让社会更认识佛教，那也更能够透过佛法来净化整个人心。所以要拜托十方各界法师哈，给咱道三行道好齐哦。是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告诉了我们，过去佛与现在佛，佛佛道同，为佛与佛乃能证知诸法实相，让一切众生了解我们本来都能够透过佛法修行，
来成就，来解脱，乃至最后都能够成佛。从前直到现在已经整个都开始在进行了，那当然希望阿伯还有很多经费大家到三港，让他能够早日完成发挥都市道场弘法利生的功能。传说中，从西元710年奈良建都后，当时藤原氏的守护神便骑着白鹿迁移到现今的春日大社。自此，奈良的鹿就一直从那个遥远的年代一代一代繁衍安养生息至今，成为奈良的标志。奈良的鹿被尊为神的使者，受到百般的呵护，并被人们称为天然的纪念物。佛啊，在前往春日大社的路上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四处自由走动，漫步在马路上和奈良公园草地上，或趴或卧的鹿群。天生保护机制下，皮毛底下多了一层过冬的脂肪层，使皮毛看起来有些杂乱。此时的鹿连脸都变圆了。鹿群平日的食物，除了奈良公园内的草叶之外，还有特别为鹿群制作的鹿仙贝，提供游客购买喂食。鹿仙贝原料只有小麦米糠，不含任何的调味和油脂，是奈良小鹿最爱的美食。美味道是美味道。少烟雨风云，只有小鹿们的悠悠漫步，跨越了时空洪流里的动荡不安，为古都平添了一丝安然平和。Thank you.